最可靠的是自己，但是自己身边的资源也不要浪费了。等等，必要的比赛活动一步也不允许离开家。所以这算是一个威胁了，只能算是一个老前辈对年轻人善意的提醒。我在一个朋友这儿，你自己吃吧。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，不要再那样打我。你知道你什么时候最好看吗？Looking so crazy, love's got me looking so crazy. 好啊，晚上见。喂。